OPPOA16K 在菲律宾上市，16G35 芯片约890元。IT 之家11月8日消息，据自瓦 M 报道， OPPO 在9月于印度发布了 OPPOA16 手机，该手机定位入门级别。现在 OPPO 又在菲律宾市场推出了 OPPOA16K 手机，同样是一款入门机型，价格约为890元。OPPOA16K 搭载联发科Helio G35 芯片，拥有 3G 内存、32G 储存，支持 MicroS 扩展。该手机的尺寸为 164.0x75.4x7.85 毫米，重量为175。该手机采用 6.52 英 IPS LCD 显示屏，像素为 720x1600， 还采用水滴形状开孔屏幕。该手机拥有4230毫安电池，支持 10W 充电，还拥有双 Nano SIM 插槽、 Micro USB 接口、 3.5 毫米耳机插孔，支持双 4G 双频 Wi-Fi AC、 蓝牙 5.0 等。 IT 之家了解到， OPPOA16K 目前已经在菲律宾市场开售，提供黑色和蓝色两种配色，售价为 PHP6 999